哎，你哎，你好，好。哎，你好。那这堂课也是我们从我们上堂课介绍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讲一下那个一些字儿的区别，在两岸中有哪些语调上的区别。好，好，开始。开始。这个啊，好叫，那怎么说呢？笑。哦，比如说，我们说酵母。嗯，这样子。嗯。那记，那怎么说呢？鸡。嗯，比如说，凡事不留痕迹。哦，研嗯，究的究，研究啊，上堂课不是跟你说过了是吗？是，我已经那个没研学好啊。究，那嗯，啊，鞠，鞠鞠，躬，哦，深深一鞠躬。嗯，那哦，垃圾。垃圾，这叫垃圾，垃圾。洛梨，我最爱吃。嗯，洛梨，没错，是念洛梨，你说是对的，这了。我学会了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在大陆发的是烙梨。哦，真的嗯呀，嗯，洛梨牛奶好喝，嗯，行，那个泪呢？这叫做乐，行，乐谷，那脾呢？匹，匹是不是？一匹马，两匹马，单枪匹马，是。好奇怪，嗯，那个波，这叫跛，嗯，行，这叫做剖，解波剖，剖，行，好，那谱，蒲，谱是不是？嗯，比如说蒲石，嗯，行，淳朴，下一个七，齐，哦，比如说七。新奇，嗯，你们好好，说新奇是不是？嗯，是，哦，他是。说，好，那个啊，企业，嗯，不企对，这鹅，叫气。哦，做一个气化。奇怪了啊，卡怎么说呢？卡，是差太啊，多了吧？是卡。行，卡，东西卡住了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嗯。十，那怎么说呢？是。是，嗯，认识。这样子，好，嗯。啊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行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